大家好，我是丫丫，今天来到的是桃园最大的水族馆 X Park， 然后今天呢是开幕的第一天，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个是日本八景道公司跟台湾合作一起开的水族馆，然后日本的八景道游乐园也是名侦探柯南侦探们的正文哥的发祥地哦，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吧。干嘛啊？我接下来拍摄的片段都是福尔摩沙区哦。接下来这一区是珊瑚潜行哦。我原本只是想要拍这个地上的景的，但人实在是太多了。游泳，这一区是暖海生机哦。只要游泳，只要游泳，只要游泳。现在是雨林探险。怎么样？人多吗？非常多，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看。对，人真的太多了。盘带行动，深海寻觅。
模。没有，就是还在拍，开始录了。为什么他们不会打结啊？打结了，打结了，打结了啦！我可以看一整天，太疗愈了。看看这个人山人海。万般的折腾，终于来到了企鹅奇遇。咖啡厅，这就是传说中的会跟你一起喝咖啡的企鹅水道。好啦，那今天的参观就到这边，然后建议大家暑假结束之后再来，不然人真的太多了，会只看日落。然后里面是很漂亮，所以就是喜欢水族馆的人，就是一定要记得来看看。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男子看完了镇魂歌，带走了。